我们接下来是运送过720万吨货物的内燃机车驾驶员，来自东北佳木斯的新手全职爸爸武艺。接下来武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端庄，俩小手放的也够。啊，武艺打个板啊。我自己说啊。0120。0120。不对，让他先说。对。对。0120夫妻双彩。啊。0120夫妻双彩。打板。紧张。好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武艺爸爸。大家好，我叫武艺，完了今年32岁，武同熙的父亲，段雄的丈夫，完了我们结婚7年了，完了，我在哈尔滨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机务段，一名货车的机车乘务员。哇哦。哎，我发现我们太会拍这个了，片子拍得好好。完了，我所走的区段是绥嘉县、府前县和嘉富县。好帅呀、啊！就是"完了"这俩字儿有点不是很搭。我爷爷就是火车司机嘛，我爷爷那前就是蒸汽机车，完我爸接班之后也是蒸汽机车，干了一段蒸汽机车之后就改到内燃机车了。线路的话一直都是没变，到我这阵儿也还是这些线路，三代的无一条线。其实我选那个职业也是很突兀吧。某一天，哎，我爸开过车，那我也开过车吧。机务段分线125机车准备完毕，车次司机武艺具备出库条件。这个手势，哇哇！对了，交通重国，铁路先行，铁路占比还是比较重的，不管是货运、安全各方面，它还是比较优先的。我觉得这比开33帅多了。帅了，哎，武艺这手势是必须要做的吗？是必须要做的，因为这代表确认。哦，你光说确认没有用，你手带出去了，你自然而然你就去确认了。哦，我叫段琼，今年32岁，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担任客服经理。我叫武同熙，今年我4岁，明天我就5岁，等我过年呢，我就6岁。这长得有点快啊。能不能说出对方身上的三个优点？叫什么呢？算忠诚。忠诚。我们俩比如说有矛盾就没有矛盾了，就完全都听我的，就是口头禅什么都行，听你的。不一。在我这儿他没有缺点。在我这儿他没有缺点。这个。看人家这情商。上医院上学都是他跟别人去接触交流，这些东西都是他，我一般就忙后面，我也不吱声。忠诚。你让我具体描述他是，那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好妈妈，再多了我也说不出来。缺点呢？抠，不花钱。啊？自己吃穿也不怎么舍得买，全花武同熙身上。哎呦。对于别人可能都好，对我也都好，说想缺点啥买点啥，对自己可能就差一点。太会夸了啊，武艺，哎呀，就不会夸，太会夸了，太会了，没有啥话说。想问一下当家带娃的这个爸爸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是多跟孩子待在一起，平常工作原因陪孩子比较少，这次想多陪孩子待一待。家庭影响最大的就是啥你也帮不上，啥你也不在家，有问题你一般都出去走班了。
因为轮乘制嘛，你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到你走，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下班了，段琼上班了，等段琼下班了我已经上班了。3:30下班回家，妈呀，从我上班到现在一直就是熬夜，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半个月都见不着一面啊，这时间对不上了啊。那身不由己，过年年饭20:00，我19:00出的勤，20:00开的车，21:00那头放炮呢，我给汤圆调着作业呢，那多惨呐、啊！那瞅着你就这头干活，那头叮咣放炮，叮咣放炮。其实时间长也就那么回事儿。那列车员，你就别的铁路工种，他也是这样。那车站值班员，他也是一样。结婚7年，有5同期4岁，回家1次，两次，过了2次年应该是。没有什么看法了，现在就是习惯了。那他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克服呗。你如果现在给爸爸提一个要求，你要给爸爸提什么要求？我想让爸爸不上班陪我玩。所有孩子的梦想。嗯。儿子这么讲，一般都爸爸都听不听，受不了。我爸上班我都想了，我最高兴的就是让我爸陪我玩。这手势学的那是相当到位。孩子身上是哪一些优点觉得比较好？五同熙就是从小都是比较自立的，其实不需要我们过多的操心，自己都能完成自己的一些小的事情。袖子完好了，别整湿了啊。嗯。哎呀，行啊，这小手洗的。站得漂亮。说自己站得漂亮。一些小的小来小去的，他脑子反应非常快。行，我给你量量身高，我看看你多高了。完了，踮脚，踮脚。您不应该有这么高啊。给我买好吃的。行啊，你那4000块里面有钱吗？你自己花呗。那是我娶爱莎的，也不是娶爱莎，急成鬼。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就会比较随性一些，属于是放养的状态。他起得很早，5-6点，天一亮就起来。小孩都这样。嗯，天哪！第二天嘛，喊我起来。噩梦简直是。跑了，定10分钟的闹铃。他会定10分钟闹铃。哇，那太厉害了。五同熙的自理能力的话还是让人放心，还是可以的。就是吃饭啊，收拾家务，这些肯定是要爸爸来做，武艺平时也不做也不会，所以这些有点担心。以后我们家爸爸当家了。他都敢当家了。他都敢当家。他会不会做饭呢？他会不会把小五给饿到？咱们可以约着一起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咱们研究研究，让他怎么当这个家。好嘞，好啊。好，拜拜。他们是在生活中更了解我们家庭情况的人嘛？希望他在我想不到的东西，他们能帮我进行一些补充，然后帮我多想一些。